说是升华武器，本质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原质动力增压泵，一个足够坚固的增压舱以及一个喷口而已。这种简单的结构，在有着完整图纸、材料和设计思路的情况下，两个小时已经很充裕了。毕竟，最困难的小型动力系统以及攻击引导、精确瞄准和增压功率这些东西，伊、e、恩自己就能搞定。 这也是为什么泰拉大陆会出现一些看上去能力很超前，实际上设计很原始的器具的原因。因为技术含量最高的关键模块，很可能就是泰拉人自己本身，更不用说理论上技术含量高的梅边的原种与灵能。 伊恩手中高压水流发射器，表面上看上去就是一个小炮筒，四十五厘米长，直径八厘米，呈现圆柱形，前端是圆锥形的收束喷口，后端是把手、充能端口以及发射扳机。 整个升华器具技术含量最高端的地方，其实是炮筒材料。这是伊恩自己模仿格兰特子爵以太武装防冲击甲片和炼金火炮，试手制作出来的小型炼金火炮炮管。虽然因为强度不够而被视作失败品置放，但火炮的劣质对于高压水流来说却完全足够。该试试威力。 伊恩如此想到，不过也不是很着急。银色芯片和预知世界都没有反馈出缺陷劣质，证明实际运用理论上也不会有错漏。但还是因为找个时间测试一下威力和运用手感，这才能保证关键时刻不掉链子。至于现在，该回家休息了。折腾了这么一天，制作和服用半魔药，测试妖精之翼的力量和铁甲鲨骚扰海盗船队。 刚刚又手工搓出一柄高压水炮，也就是伊恩是升华者，还有古龙星河，不然早就累趴下，怎么可能做这么多事情？这些被肉收拾了一下工作室，伊恩看见那只被自己拆解的七七八八的车渠，沉吟着思索应该如何将其毁尸灭迹。很快他就得出了一个正确结论：明早煮点汤吧。 吃进肚里子，当然就是最有效率的毁尸灭迹。至于贝壳，伊恩伸出手，熟练地将其一点一点掰碎，手搓成粉，然后出门扔进了伊沃克河中。第二天早起准备锻炼的埃兰闻到了一股很香的味道，迷迷糊糊地走出房间，小男孩便看见桌上已经摆上了好几盘菜：奶酪焗贝肉、蒜蓉贝肉、海带汤以及烤苹果。 好丰盛！艾兰第一时间就震惊了，他吸了吸鼻子，揉了揉眼睛，一时间还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梦。哇，今天好多！醒了。而厨房中传来伊恩带着笑意的声音：“今天先吃饭，然后读书，觉得身体发热了再去锻炼，都是很有营养的食物。”洗漱去吧，他如此说道。艾兰便说了声“好”，听的后乖乖去后屋洗脸漱口。 毕竟是魔兽的原质血肉，浪费可惜。正好埃兰最近这段时间也因为畸变而有些不太舒服，多补充一点原质，至少不会出现因为营养不良导致的恶性变化。不过埃兰毕竟还没有原种，无法直接汲取食物中的原质，所以最好在吃完开始消化时活动，通过加速血液流动、减慢消化速度，提升原质在全身流动的时间。 伊恩清洗完厨具后，艾兰也正好洗漱完，兄弟二人开始吃早饭。烤好的奶酪焗贝肉味道稍微有些清淡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口感和贝肉的香甜，正适合早餐来一份。 魔兽车渠的精华原质血肉原本肉质偏硬，但对于泰拉人的牙口来说正好，一口咬下去劲道脆响，甚至能清晰听见肌肉纤维被牙齿切断的弹牙声。而举奶酪的香味搭配贝肉的香甜，清爽的乳香满溢口中。 蒜蓉贝肉自然不用说，翻炒油泼过的蒜蓉有一股奇特的焦香，配上肥美香甜的贝肉，一口吞入口中，感受口感后，食物滑入胃中的满足，简直就是一种享受。 而烤苹果和海带汤较为普通，只是伊恩看见家里正好有剩下几个苹果，火还没灭，顺手就清洗了一下烤烤吃。说来也怪，艾兰喜欢吃熟的，说是有种温润果香，非常香醇。伊恩不是很懂，但弟弟喜欢就行。至于伊恩自己，他其实并不是很喜欢水果，或者说那种需要削皮的水果。 橘子、橙子和香蕉这种他很喜欢，但是苹果和梨就稍微有些一般。他最不喜欢的是石榴，那玩意剥起来要半天，吃到嘴巴里又只有一小口，还有籽。海带汤是早上出门顺手捡的，反正顺手煮个汤肯定没错，只是可惜没有排骨。 伊恩已经开始思考，等会外出狩猎去杀点什么带肋排的魔兽，买可太贵了。在这个世界，想要吃到可靠、安全又便宜的优质食材，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吃饱喝足，伊恩又教了一会埃兰基础的数学知识，培养逻辑思维能力，然后就准备出门测试一下自己水枪的杀伤力。 艾兰的教育也不仅仅只有伊恩一个人操心，普德长老有时间也会为艾兰讲讲课、叫文字。这四年来，伊恩一直都在持续猎杀哈里森港周边的野兽和魔兽，算是练手，也算是补充养分。但更重要的还是一点：魔兽很好吃。魔兽并不是所有的部分都能吃的，有些太硬，有些没有可以入口的质地，但是能吃的部分一定很好吃。 出门狩猎前，伊恩看了眼自家的工具鱼，结果令他有些小惊讶。猩红色，他眉头翘起，心中有点想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出门狩猎，居然还能遇到会死的危险？但很快，这猩红色就淡化，乃至于消失不见。当伊恩知晓自己会遭遇可能死亡的袭击时，这死亡的危机反而就不存在。 只要他不出城，什么事都没有。看来危机的绝对力度并不强，只要我知道有，就没有什么死亡威胁。确定这点后，伊恩反而打定主意要去看看情况。无论危机的来源是土著、是魔兽裔，或是帕特里克，对方居然有在他没有注意的情况下可以危及他生命的方法。 伊恩毕竟不可能无时无刻都带着自家工具鱼，更何况倘若一直带着，反而就失去了工具鱼预知的效果。所以在能预知的情况下，必须尽快搞明白敌人真正的手段。如此想到，伊恩嘱咐埃兰记得自己锻炼完后记得烧水喝，然后便准备出门。 走出自家小屋前，他随手从门口的橱柜处拿出一把剑，也将刚刚造好的高压水枪带上。该去狩猎了。